我们现在只需要把玉灵仙子黎苏苏和逍遥宗弟子苍九民，以后有大把的时间去解决这些问题。我们来日方长。好，九民啊。 苏苏师姐，我们就是想问，我那个时候活下来了吗？好像没有啊。师姐，那我活下来了吗？你好像是出门寻户，被妖怪吃掉了。啊！被妖怪吃了！谢谢师姐。哎，那我呢？哎，大白了，别忘了。走走走。师姐再见。师姐再见。快走快走。 我是不是打扰到你们了？没什么要紧的，闲聊而已。在聊魔神。他们怕的是魔神，不是你。我知道，不过只有真正除掉魔神。 才可以让他们觉得安心，也只有这样，我才可以真正和你好好的走下去。我会和你一起努力的，我会一直陪着你的。放宽心，玉灵仙子黎苏苏和逍遥宗弟子苍九民，以后有大把的时间去解决这些问题，我们来日方长。 好，走吧，陪我去天池边散散心。好。